将身体重心往下移，感觉一下背肌是否有挺直，注意不要让腰部后仰，最后各一次。好的， OK 了。最后是打开双脚的侧身伸展运动，拿起 Rico 将身体往侧面倾倒，习惯后动作幅度不会变小，请小心，这也能预防腰痛。最后各一次，辛苦了。Yeah.
学的。慢慢倾倒，慢慢回来，腿是不会倾倒，用力伸展向我。再累也要好好拉伸呀。回复姿势后，换手倒向另一侧吧。请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缓慢伸展。慢慢回复身体姿势。往前移。